大家好，根据粉丝的要求，今天分享姜汁松花蛋的做法。这个菜很简单，一看就会。去隔壁老王家拿来六个皮蛋，皮蛋剥去蛋皮改刀，先切成两半，然后每一半均匀切三份，一个皮蛋切六半，把切好的皮蛋放盘子里摆一圈，你可以像视频这样摆一圈，剩下的放中间。准备配料，生姜一块，去皮改刀切成姜末，切好的姜末装盘备用。现在开始调汁，放一点白糖，米醋或者陈醋都可以，米醋来它30克，再放一点味极鲜半勺就可以，搅拌均匀。吃辣的放一点小米椒，青红尖椒末也行，辣椒油也可以，最好是刚炸的比较香。料汁搅拌均匀，浇到切好的皮蛋上，再撒一点小葱花，进行点缀一下就可以了。姜汁皮蛋就做完了，你学会了吗？关注我，菜品每天更新，明天见。谢谢大家的关注。